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Benjamin Reeves 的 Justin。 咁伦敦市中心松湾一直都是十分受投资者和用家的欢迎的。我们今天就会为大家介绍一下著名发展商 London Square 位于 SW11 9M 九元树的一个新的楼盘。咁无论在外形和位置都是非常独特的，投资和自住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。咁今日我在 London Square 香港的 office， 咁阵间就会带大家去参观一下佢哋呢度嘅示范单位。今日介绍嘅新盘位于伦敦嘅泰晤士河嘅西南边，九如树 Nine Elms， 耗资咗150亿英镑嘅活化计划，其实已经接近完成。咁而家系一个新兴嘅商业住宅嘅地段，咁将会大幅带动当区嘅经济活动同埋人流。Nine Elms 有好多全新嘅特色地标建筑，咁包括美国领事馆大楼、英國最大的花卉批發市場 New Covent Garden Market 和最新開幕的 Battersea Power Station， 所以 Nine Elms 附近的餐飲、娛樂配套都是非常豐富，生活環境都非常安全和舒適。交通方面， London Square Nine Elms 位於 Underground 的松灣，步行幾分鐘就可以到達 Northern Line 新開的 Nine Elms 站和 Victoria Line 的 Foxhall 站。由 Nine Elms 站到市中心的 Tottenham Court Road 只需要10分鐘，Foxhall 站出發可以直達 London Victoria、Oxford Circus 和 King's Cross， 15分鐘內就可以輕鬆前往倫敦的心臟地帶。除此之外，有需要經常飛行和外出公幹的朋友亦都可以乘搭地鐵，40分鐘內可以抵達 Gatwick Airport， 而 London Heathrow 亦都只需要47分鐘。項目附近的 Battersea Power Station 在去年開幕之後已經成為倫敦最矚目的購物娛樂據點。Battersea Power Station 是一个二级的重点保护历史建筑，拥有丰富的艺术和文化气息，而且亦都有超过250间餐厅、coffee shop 和商铺。另外 ，Nine Elms 区内亦都有亚洲的华人超市，例如0086中超，令到呢一个区成为亚洲人的聚脚点。九元树 Nine Elms 亦都十分适合家庭的进驻，项目附近亦都有不少的名校，包括 Thomas Battersea。同埋 Westminster School 等等 ，Thomas Battersea 有好多貴族嘅學生就讀，例如呢個夏洛特公主同埋喬治王子都曾經喺呢度讀過嘅。而 Westminster School 亦都係一間歷史悠久嘅私立學校。項目出發之後嘅幾分鐘就可以到達泰晤士河嘅河邊，附近亦都有好多倫敦最受歡迎嘅 Battersea Park， 仲有 Foxhall 嘅 Pleasure Gardens 同埋 Foxhall Park， 係一家大細嘅好去處。London Square Nine Elms 絕對係一個精明嘅投資選擇。由於鄰近有不少的國際企業，就連蘋果的倫敦總部都在這裡設立，所以在這個區有不少的年輕專才都在這裡做事，將會帶來不錯的租金回報。資料顯示預計的租金收益高達有4.8厘。 London Square Nine Elms 樓高有23層，整個項目亦都提供有186個一房至三房的單位，單位亦都可以俯瞰到佔地14英畝的公園，更加可以欣賞到壯麗的泰晤士河河景和倫敦的美景。單位入面的風格亦都十分現代和豪華。我們可以看一看這裡的示範單位，它是以黑白灰為主調，單位亦都用上大理石和石材等等的材料去營造出簡約舒適的風格。特別在廚房這裡，咁亦都有內置咗嘅 dishwasher 啦、電磁爐啦、微波爐、焗爐，同埋一個 full size 嘅 fridge freezer 嘅。咁發展商咧，亦都係特別注重呢一個生態環境啦。咁所以你見到嘅所有嘅家電咧，都係符合能源效益嘅。項目當中亦都包括5星級嘅私人會所，提供24小時嘅禮賓服務同埋共享嘅休息室，售價由59.9万英镑起，係一個絕對唔可以錯過嘅樓盤。如果大家有興趣了解更加多嘅話，歡迎聯絡我哋。